后礼拜二就要看年了，咱要看101的烟火，会当到四市南村、到虎山步道，也则是到内湖的剑南山，拢是看烟火真好的地点。看年就要到啊！这美丽烟火带咱进入新的一年，灿烂的101烟火表演，每当拢会吸引百万人来欣赏。但是伫台北，其实想要看烟火，有几个所在嘛真好时间，像目屎的指南宫伫山顶，看台北的市景，有星光，也阁会当欣赏101的烟火，是精灵的首选。也有好朋友相招，会使来挖掘101的四四南村，伫信义区周边也阁有几啊间会当欣赏到烟火餐厅，嘛开到深夜。另外像内湖的剑南山信。去虎山步道，嘛拢当看到101。目前台北新年城舞台已经开始打，台北坐稳伫跨年啊，12月31日早时6点，一直到我明年1月7日暗时12点，连续营运42小时。台北101西部站甲市府站，有计伫跨年啊暗时9点半了后，会看车站的人潮状况，采部分的列车过站无停，周边的道路嘛指出无入，要让大家伫跨年啊拢会当耍甲真欢喜。